缺满了。哎，真多呀！咋样？来的时候是空箱，是不是？来的时候是空箱，干了几件衣服。那都装里了。都装里了。哎。哎，徐同志在家写作业吧。啊，俺们走了哈。嗯，拜拜了啊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吧。拜拜。哎。四个小时啊。四个多小时，七点半到。哎。这家，哎。我过。正好。走你。这天又要下雨了，这嘎达。天天下，来三天下两天哈。嗯。这是啥？喜家德水饺，没吃过。就是一样，三四五样馅。就这几样馅啊？对。啊、嗯，93。扫我呀。啊，对，我扫您。这家喷水啊！那这到这吃吃一口就撤。整口。整口啊！看家饺子不多。不能吃太饱，吃太饱上车困。变猫呢？小伙儿包饺子，自己包自己擀，真厉害。我不要蒜酱了。你不要蒜酱。嗯，那后火车有味儿。这番茄又不辣。嗯。哎呀，这家伙这饺子可挺大。嗨哈喽，我是胖妞，要回家了一会儿。那个礼拜天儿，那个晚上七点半就到家了，四个小时。走了。大连三日游哈。三游。结束了。结束了又。欢迎下次来啊。嗯。开饭，吃口饺子。吃过饺子上车了，是不是先干一个呀、啊、得还干一个，你要吃吗？不是，来来整一个、嗯、一样都尝尝好老妹儿，尝的虾仁儿啊，一样尝尝，纯虾的，纯虾的，哇、哦、哎呀，我就是一个虾仁儿，不是一个，好像是俩。嗯，你呢？完事，这有味儿。他这大花生粒儿真大。没有爸呛那标准的是吧？整急了咕噜的这家伙。这饺子是挺好吃。好吃吗？好吃。那他家人多。嗯。真挺好吃。明天回家包一顿。嗯。尝尝芹菜。嗯。是不是白色的？一咬嘎吱嘎吱，还有芹菜味儿。但是他们不高酱油啊，不高。白色，别的色儿，别的馅儿的呢？不高，别的馅儿不高。嗯，很少高酱油。那咱以后也不高酱油。嗯。吃原味儿的是不是？原味儿，不搞那么多料。这大虾仁儿，大虾仁儿，我豁着看看到底几个虾仁儿这里。不一样吧？这一次得吃明白的。那。来，就拿这俩呀！啊，哎呀妈，这俩呀，还给个镜头，拿这么多呢？这一个饺子还几个虾仁？是小的虾仁，啊，反正也都是整个的。对，那是个小尾巴。那是小尾巴，五个。四个。四个半。那个啊，四个半。四个半，这家小虾仁，那全是我包那糖的饺子。嗯。他这个你没看吗？正人包那种细长。他这个地方没有褶，吃的不干不硬。嗯，爽爽。来，大嫂，整个饮料。咱四个，不，咱四个的，那我统计两个四个，我就是咱四个。咱仨就是仨。西红柿没吃着。谁呀、啊？给他整那啥了？整吃的外卖了。你给一块吃的。
我要这时候还不敢拍膈应，饺子，是吧？你给我来点烤串。你要来个牛肉盖饭啥、啊？你说打篮球，打那么长时间，他那个腿啥也胃疼啊？啊，这咋跟我他妈的这个疼？他玩你，他能喊疼？他天天在学校玩，在学校玩的。锻炼。他跑来我这个胳膊这僵直有点疼，是啊，嗯，甩的。那你也挺厉害呀。我没玩多少，那啥。我全身肉都疼。吃冒汗了。我瞎糊了。你看吃冒汗，你又脱下来了。了没？不对，我不脱。我这指着这大白褂子呢，我这一到哪儿辨识度老高了。哎呀，走，一个仨啊，等下，一个仨。你这点玩意儿听不了，三，喝呀。行，咱们两点从这儿，哎呀，这老赶趟了，这才1:20。哎呀，我的妈！是吧？这个吃多长时间呢？20分钟啊。20分钟。能慢十。三姐在说，40分钟，我老妹怕我开车走错道了，上次走错道了，不准账，再不准账吧，媳妇，1小时也到了，可早点，再不准账，你俩胖溜溜了，我还能要回来，完了跪下，那那次要多远？要老远了是吧？上桥了，下不来了吗？在那个桥上就下不来了。那天咱们上中央大道，你不也走错道了吗？他习惯走这条道吗？我那个道走了，完了直接我就过来了。导航一说完之后，我想起来了啊。那次我跟爸他们我们去也是走那条道，一模一样。也是走岔了。对。你这同一个地方，你不能跌倒两回。一到时间差不多，下回还得试。你这回别往那边去了，下回不来了。不行，咱就再走一样。你整个那吓人了，整一个。我说这个。还来俩实力没有我强。四个大吓人。俺们早上在家吃了，你吃了吗？啊，你就走了，你7点多就走了。我不饿，早上一大早上我不饿，你吃啥？没吃。我们早上在家吃了。哎，你们吃一口呗。嗯。可以，你多吃点。这第2顿了。我先中午吃饺子，不吃。中午。你们吃什么？中午吃饺子，留点肚。留点肚。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一会儿出发。干了。这家他俩这一坐给我显这么熟，嗯，坐前面坐的，我应该坐你俩那个位置。哎呀，你看我前点脸就大，坐这个位置的也显，坐这个应该是你俩坐这儿，我坐这儿正好啊，对对，是不是啊？咱仨就一边瘦，我整这儿的，位置选好吧？嗯，1点半正好，啊，正好，2点就到达了。哎呀妈，哎呀妈，提前1个小时，整太早了。整太饱了，这回家睡一觉去。这个是啥？政府是不是？人民政府。向右前方行驶。来的时候就是它。临时路。对。您将在当前道路上继续行驶4公里。马上到了。又来了，一年来好不易。那车少啊，没啥车，是不是？嗯，今天人少，人也少。哎呀，还能进一轱辘哈？那边不让进了。拜拜了，好，看看好，再来一次。那个方向跟交通局去。看这个过来，看这个过来，来，口罩摘了，看看。啊，行，口罩摘了，那个师傅把口罩摘了。对，口罩摘了。来，口罩摘了，你看他，看着他哈，看着他哈。走啊。好，进，行，来，你过去。我是389。10B 11B 豪华按摩椅，这啥玩意？机器人巡警。
车人少啊，人不多呀。这个，哎，您这座椅好啊，它这个有这个充电口，可以充电的，有三种线。要不要钱？有这个扫码，扫码花钱的。3:03，4车08A号，检票。身份证提前拿好啊，绿灯往前走。4车。事儿正好。08A。能够扯破自负的茧，心的火能否烧过寒露的脸，梦中的你能否化作熟悉的脸，心血的钱能否换来今生的缘，早已狠心信念说了誓言，也无情地说了再见，爱你在那岁月的静静是我的真诚，可能我转了念想再回回头，可能我将要回头。哎呀妈，回来了，这家老远了嘛。你是那个哪天津那么走啊？没有，滨海北站。我爸呢？哎呦我的天哪！哎呀妈呀，到家了。